英雄小镇，天天舞。你看，这组叫就地取材组，来看一眼。啊，有校车，有校车，鸦雀无声。好，现在会发布一下照片，然后这个照片呢，就是我们场景的照片。英雄小镇，我们的。英雄啊，好，不要表现得这么明显，来。We are the chasing。 这是杂货铺。哇，哎，哇，好多场景啊。甜甜舞，甜甜舞。你看海底，We are the chasing。 哎，你看锁孙，你们想再看一次吗？不想，不想，我们不稀罕。还有老师特别讨厌，老师好烦啊，好讨厌。这组叫就地取材组，来看一眼。啊，有校车，有校车，鸦雀无声。哎呀，好眼熟啊！哎呦，外太空，你看这太空。啊，有老师们的办公室。这办公室。对，这是我们办公室。这是呢？这宿舍，这是宿舍。宿舍。啊，就是这儿。哦，你看，哇，好漂亮。哎，哦，课桌。课桌，这个。哦。啊！掌声鼓励一下。反正我跟丁师傅这一组，那我们是不是要去到那个地方先看一下场地？对。所以我们看场地的时候，可以单独再私下去聊这件事情吗？如果我们舞蹈中快速圈，我们需要场地，我们可以干嘛？还在说。咱们听不见。所以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要快点把舞给学会。哎，你们现在去沟通这件事情，这是你们的计划和安排。还可以看海底的生物。没事没事，我们更好，我们更好。看我们的事，看我们的朋友小朋友多懂事啊！你们改名吧，叫懂事组。我们有空调。那当然，首先有一点啊，要跟小朋友们讲一下，虽然我们是分开拍摄，但是呢，大家也知道，就要创意主题曲，就是一定要发挥你们每个人的想象力，然后把好玩的、有意思的创意想法编排到我们这个 MV 里面， OK 吗？好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排练， OK？ OK。 这世界很酷，